We'll be right back.
gentlemen from Indonesia. 谢谢来自印度尼西亚的留学生带来的精彩表演。Ladies and gentlemen, dear friends and teachers, fellow students, good evening. 这里是2019年华中师范大学国际学生文艺晚会的现场，我是中国主持人舒瑞，欢迎大家的到来。Bonsoir tout le monde. Soyez les bienvenus à 华视。我是来自刚果民族共和国的主持人帕特。Hoş geldiniz, kıymetli hanımlar ve mırzalar. O şılayda Kazakistan'da düşünen Cincin. Şombakal tamashabinoni aziz. Hoş olmadayız bakhoşı. O şılayda Tacikistan'da düşünen Li Feifan. Добрый вечер, дорогие друзья. Приветствуем вас на культурном фестивале в Хуадзон Шипандаши. О шылайзе, о сэдэ, джушэрэн. Айло! Мимбрэма дэ джилвэ. Мир сикэнэ ардэ мичтэ мийнэ хуашы. О шылайзе, Арбания дэ джушэрэн, Сёва. 五月的鲜花为青春中国绽放。五月的歌声为青春理想高唱。文化无国界，青年才华师。无论你来自哪一个国家，无论你说着哪一种语言 ，Forever young, always CCNU， 请大家都和我们一起呼喊，一起鼓掌。文化无国界，青年在华师。无论你在台上还是在台下 ，Forever young, always CCNU， 请大家和我们一起歌唱，一起跳舞，好吗？太棒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文化要发展，文化要进步，不仅仅靠的是科技和经济的力量，也需要文明和文化的力量。刚才一阵又一阵的欢呼声让我感受到了国际学生的朝气和热情，欢迎你们。今晚我们聚集桂子山上隆重举行国际学生文艺晚会。本次国际文化节由华中师范大学留学生管理工作办公室、华中师范大学文化交流学院主办，由华中师范大学文科生院、共青团、华中师范大学委员会协办。同时我们还邀请到了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西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五所兄弟院校的老师们、留学生朋友们，一起来参加工作研讨会、足球联赛和多样的文化交流活动。再次祝福大家在这美丽的桂子山上能够存有一段美好的回忆。下面请允许我们隆重介绍出席今晚活动的嘉宾和领导。出席今天文艺晚会的领导和嘉宾有华中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秦红教授，随来便是。校长助理、纪委副书记、监察处处长林耕茂教授，我是林。学校办公室陈迪明主任，我是马德。学生工作部韩军华部长，大家好。保卫处王东爽处长，米尔斯给你耳朵。校医院邓红书记 ，Welcome。警察处范重庆副处长，欢迎您。本科生院张宜川副院长，我是马德。国际处港澳台办孔子学院工作处洪峰副处长，李月慈。周波副处长，欢迎。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王立书记，欢迎马浪。孙燕副院长，万莹副院长。同时欢迎我校各相关单位的领导和嘉宾的到来。朋友们。